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好，咱们今天做一个炸鱼，看一下我准备的材料，有前几天河里面抓的鱼，还有鸡蛋、淀泡打粉、十三香、面粉、盐，还有淀粉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点点小红心，谢谢你们。这个鱼用盐、葱姜、料酒，你们要做的话腌制几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咱们开始调挂糊，放面粉，放淀粉，面粉是二，淀粉是一，少来一丢丢泡打粉，放点十三香，少放一点点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加两个鸡蛋，少来点豆油，加温水开始调糊，调成这样的面糊就可以了。腌好的鱼放在面糊里面裹面糊，裹好面糊之后五成油温下锅炸，小火慢炸，炸至金黄，捞出控油，控完油之后放入盘中。炸鱼做好了，马上开吃。炸鱼做好了，开始吃了。今天没有老三，没有人给老三讲了。给，传给老三的，拿一个，你干啥？跑了啊？扒一个看一下里面的效果，看一下满满的鱼肉。感觉有食欲的双击加关注啊，这一口，嗯，特别好哈，跟外面卖的一样，嗯，又鲜又香，野生鱼就是好吃。